能回家，因为自己的梦想还没有实现。他们的坚强，他们的梦，他们的苦只有自己懂。回不到曾经，看不到未来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空。还要一直拼命的走着，用尽全力奋斗着。然而这也是我的生活，在梦想之途前行着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